大家好，我是柴养营妹，今天给大家喊个另类，名叫做喊遍乘客通三省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六六走起来！你在等待着谁？从开始佛到现在是从我破佛到五百，送我三年气势脉搏，怎一防者治自态？气势脉搏无人可挡，另类是佛的自省，送我三年的自省，我创作五百封神榜，经历多少孤独血光，留下无数的沧桑，在我手中这杆枪，说威名传遍党中央，美人流泪愁短长，乱世江湖路茫茫，尽管记忆在彷徨，说解药在做你的房，命里命外梦轮回，说霸天霸地霸王魁，生生死死命相随，说解药在做你王魁，气战到我下战马，我已走出伏魔塔，哪怕以后千刀万剐，绝不脱掉这战甲，剑无形火刀无痕，一剑斩断生死门，我叫天下为我沉沦，呐喊另类之战神，那一年我挂帅出征，势必拿下最巅峰，从此天下无人敢争，万人呐号战神风，谁还记得那一年，那一年我跪山田，当我选择跪山田，说谁还记得我收钱，当我选择再付出，渲染皇城这皇都，皇城外佛冷空空，说三江天下半古枯，我曾傲立风雨中，说也曾孤身踏巅峰，我叫你们细细聆听，何为另类之雄心，即可斩我的一把刀，满腔热血箭在烧，心胸斗志比天高，说战体战地战魔妖，我若传国天下无我，三尺青蛇动奈何，一刀一剑斩孟河，说赤贫踏平生死隔，惊天敬地敬山河，这江山我为你夺，闭关修炼已成魔，说不折不扣阿修罗，我若再一次出战，老天都为我感叹，当我再一次出战，定要天下鲜血漫，当无穷可见无痕，徒手打破光芒顶，别问另类猛不猛，我喊遍整个东三省。感谢大家收听啊，我是影妹。